人生难得一知己，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这是王勃的诗，最能体现朋友感情的诗。人一辈子很少能碰到真心的朋友，因为我每一个人都是个个体，三观和性格都各不相同，自然不好相互吸引。遇到那种理解我们、懂得我们的知己，更是难上加难。他的感情不亚于亲情、爱情。真正的知己是不用言语、不用行动就能了解你的人。若从字面意思了解知己两字，就是知道自己的人。世界上有多少人知道你、了解你呢？你的父母、你的亲人，甚至可能是你自己，都不曾真真正正了解过。而这个时候他的出现，所以显得弥足珍贵。人长大了，就不能像小孩子似的用哭和笑来表达自己的感情。我们变得坚强，变得隐忍，外表看起来无坚不摧，但是我们伤心的时候还是会难过。没有人知道你的真实情感，但是懂得你的知己肯定知道你、懂得你，他会安慰你、为你出主意、解决问题。人一辈子可以不需要很多朋友，但是要有一个知己，这样人生才会无憾。社会发展了，也复杂了，我们看不透人心，遇到知己的机会也越来越少。若你身边有这么个人，请好好珍惜。若你的知己碰巧是你的另一半，那你更是很幸运。如果有一个如此懂你的人，能陪你一生，是估计每一个人的愿望。